家家户户浴室必备莲蓬头，洗去工作一天的疲惫，但小心里头用久了藏污纳垢。而根据国外最新研究显示，里头细菌可能会害你感染肺病。大概都是觉得可能是等到它使用坏掉，我才会去做一个更换。对，那你知道里面很多细菌？我都不知道。可以挑选它有滤芯功能的，或者是它有可拆式清洗功能的，或者是它有省水标章的，这样都有助于可以去过滤清洗掉一些水中的杂质铁锈，它也可以达到就是节能。迎接夏季即将来临，就怕浴室湿热发霉，空间容易滋生细菌。卫浴达人也建议，在挑选龙头和马桶时要多留心。这龙头部分就可以先从无铅的部分下去做挑选，这样对人体也比较有帮助一点。免治马桶其实都蛮进步的，基本上它都有光触媒，所以它都可以帮您做自动消毒，然后抑臭。除了透过简单挑选配包打造健康抗菌浴室，疫情带动民众重视居家卫生安全，卫浴局部翻修需求也明显增加，但如何确保装修品质也成为一大问题。施工上或者是说产品的价格上都比较透明化，我们现场也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可以提供，就是消费者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协助这边做帮助，然后顺时钟的方向把它转紧。民众在家就能轻松 DIY 装修，台湾居家生活品牌提供一站式服务，让消费者翻修卫浴更安心，不让又闷又湿的浴室成为隐形健康杀手。三选综合报道。